大家好，昨天上午我们参加完那个留学会的这么一个活动，下午接着又赶去了中国文化中心。上个礼拜我们发了一支影片，讲新加坡的华社该如何推广华语。那也有朋友对我们表达了很好的支持，后来就受到了一个邀请，请我们去中国文化中心看一场脱口秀的表演。脱口秀在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这几年都特别的火，没想到新加坡也有华语的脱口秀。那场比赛已经是10强赛了，所以每位选手水平都还蛮高的。特别让我感觉有意思的是，第一位男生是新加坡本地土生土长的男孩子卤蛋哥。我喜欢 Jessica，在我讲我喜欢 Yuna，他就给我一个大白兔奶糖 ，Jessica 万岁！就是我的第一次少女时代的演唱会，我疯狂，控制不了自己。Jessica 来的时候，我就 Jessica 嫁给我。但是我恢复精神的时候，看我右边有一对情侣，那个女生在笑我。很快哦，情侣在那个 K-pop 的演唱会笑我。我在想起东西来反击他的时候，Tiffany 出来，她的男朋友就 Tiffany，我要生你的孩子。这样子我便反击他了，因为身为一个情侣啊，你能做什么让你的男朋友叫你的名？那么刺激的叫你的名字，不可能，不用反击他了。但是呢，就是人生没有不散的自助餐。2014年，Jessica 离开了上个世纪。他跟我们讲了他跟 Jessica 的爱情故事。那 Jessica，当然这是一个打引号的。是一个很红的 rap up 的那天团的艺人，我们也祝愿卤蛋哥早一点也成为新加坡一位新晋的很红的艺人，maybe 这就会是一个很漂亮的故事。他还给我们讲了在新加坡当兵挖战壕这当中的一些很有意思的趣事。那个气氛有一点，你要叫好像你要生他们的孩子一样，可以吗？生的兄弟。说你有时间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卤蛋哥。OK，掌声送给卤蛋哥。卤蛋哥，真的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。又搞笑，又有本地的文化，又有华族的精神，兼具了很多内容，然后又有娱乐，年轻人也很喜欢。接下来还有一位。表演者很有意思，是一位在中国原来是表演京剧的，然后他可能来了新加坡以后，也是从事一些艺术的工作。但我们知道，传统戏曲其实市场越来越萎缩，所以这个男孩子也去做了脱口秀，而且讲得不错。但在他的表演结束以后，主持人请他翻两个跟斗，当然限于场地或者是服装的原因，他说："那我给大家唱一段吧。"那唱了"智取威虎山"的那一段。我是把它完全录了下来，分给各位听两句。痛饮庆功酒啊，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听过。我小声唱，因为嗓子不太好，原来喊嗓子的时候伤，所以下面喊嗓子别去西瓜地了，被村长黑乎的。各的。来，今日痛饮庆功酒，壮志未酬誓不休，来日方长显身手，肝胆热血写春。那确实很不错，这一段我转身就给我爸爸发过去了，因为你们知道老人家是特别喜欢听这些戏曲的。
那在这场脱口秀的比赛中，十位选手其实每一位都非常非常的厉害，而且几位评委也很有意思，既有上一届的冠军，哇，原来他们之前已经办过一届，这已经是第二届了，也有这边本地的戏曲方面专业的导演。那还有一位老先生特别值得一讲，他是一张可能印度或者巴基斯坦那边的面孔，但是是新加坡人，但是他1961年就生活在中国北京，所以是一口的北京腔。哎呀，这个跨文化然后特别有意思，我想这样的这种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交换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，然后我也跟老先生约，有机会可以跟他再去专门聊几句。那这些评委兼具着不同的角度，不同的特色，然后这些年轻人讲华语的脱口秀，最有意思的还吸引了很多很多年轻的观众来看。这些年轻的观众有女生，有男生，有三五朋友成群，也可能是单位同事来助阵，也可能还带着小朋友。哎呀，整个文化氛围其乐融融。我们知道再过一个礼拜就是新加坡国庆了。那新加坡我们一直讲人人皆生而平等，四大种族，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文化，都有自己很和谐但又很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一面。那作为华社来说，原来我一直有一个困惑，我有很多年纪比较偏长的朋友，那他们都有很好的华语的基础，都很明白很多的中华传统的文化，但是年轻人可能就差一点。我还在说，哎呀，那只有两个办法，第一是兴趣，第二是学以致用。那后来朋友带我来看这一场中国文化中心的脱口秀比赛，给了我非常非常大的震惊。原来新加坡的年轻的这一代华族，华语水平也是非常高，他们能够讲出国际一流的脱口秀段子，几乎每一位选手都可以引得我们捧腹大笑。我想一下子心定了很多，大概上个礼拜我是杞人忧天吧。很高兴看到这么多年轻人，看到这么多不同阶层、不同社会职业的人都可以在华语的脱口秀上表演的那么自如、那么自在。他们下个星期天同样是下午1:30，还是有一场这样的脱口秀节目。然后这场节目本身的实况录像还会在新加坡演做独家的首播。我想都是很好的内容，可以跟各位做分享。镜头前的你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不妨也去看一看。这里是星际之道，我们与您一起在新加坡推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。谢谢，再见。